埋立马能多好，在最险的关头不跌入绝路，然而命数哪个猜到，天色冥冥断了我的归途，斜阳落在绿草，白堤洋洋尘土，但为世态妥协，我有我道。是非可搬弄，真假亦可操控，但我也信冥冥有他看到。落空的好梦，几多又可追讨？不到我控诉，要怪我笑得太早。是的，李公公。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。哎呀，唔好误咗吉时啦，行啦，行啦。八王爷近身太监。内侍省都知从五品内监李福寿，卑职恭迎李公公。剃度大典关乎国运，只怕世道不古，歹人当道。若然八王爷少一条头毛，你哋都要人头落地。哎呀，无论钱有几多，官有几大，同我守得清清楚楚。卑职知道。八王爷驾到，恭迎八王爷。八王爷，天佑大宋，清洗罪孽，阿弥陀佛。叫大家饮圣水。系。八王爷，请。一念弥陀登上品，住真实之位。以正本性性空游，是真实之际，三宏正法道有情，为真实之理。愿国泰民安，大雨不再，免生灵涂炭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走死！一个都唔准走，全部都有可疑。狐狸终于露出尾巴啦！山贼竟敢假冒住持刺杀王爷，可惜瞒过天机府。九皇帝召唤黑木崖杀我兄弟，我随风守黑罗山要报仇雪恨。黑木崖恶贼打家劫舍，滥杀无辜，束手就擒啦！就凭你？仲有我，天机府教尉马川公。天机府又如何啊？姓赵嘅受死！我系列契哥牛大力，天机府教尉。嘿，又系天机府！我哋都系天机府。黑木崖兄弟，同我上！
咪以为早着先机，就逃得出八步迷香。毒香已经渗入你哋嘅五脏六腑，受死啊！大典进行紧，请回。天机府接到线报，有乱党潜入替道大典作乱，呢度布防紧密，针插不入，请回。我哋天机府，天机府由皇上直接任命，内务府、外务省从九品官员都不得阻留，有皇上御赐金牌，谁敢不从？我已经在圣水那里放了解药，有眼不识泰山，我马川公最叻解毒。兄弟上，放低武器，双手发流，全部掹低。黑罗石交俾我。你个死老嘢，攞命啊！好战法，分毫不差。上联党啊，分子机火，遵命。喂，那碌箭敢污埋嚟中咗我，有冇安家费嘅先？放心，冯大人系神箭手，唔会无的放矢。你哋嘅责任系请军入瓮，闭门捉贼，兵贵神速啊！你哋既然当系擂台比武，九牛九骨，如果坏咗大事啊，边个担当啊？我新嚟噶嘛，你叫我搏，我梗系搏到尽噶。计策左右偏配，由我嚟制服黑罗刹，系马川公唔守规矩。若马个冲动暴烈，我怕佢不分轻重，不留活口。该留该杀，我自有分数。你招招杀着，只差两分就见血封喉。喂，你做乜嘢啊？咩咪做咩啫？哦，你唔开矿嘅，何其污秽！哦，你又唔开矿嘅，何弟，检点啲，你仲想唔想留喺天机府啊？哦，你话点就点啊！不知所谓，继续办你啲事。李明，李明。想批老板啊！你太陰閣查情點啊？所有肉都死曬，寫刀下嘅都係正中眉心，一刀致命。仇父嘅刀法仲係咁快準狠。仇父唔單止算到十期一遇嘅大水，佢仲算到地牢嘅重犯必定會過倉避水添。已經通知各個關卡堵截仇父。仇父有冇咩異常？仇父一向好守規矩，即使有人挑人，都逆來順受。我估计仇父唔敢得罪人，系因为惊佢娘亲会被牵连。但系近日佢娘亲过咗身，
玉卒报丧嘅时候，佢表现得好古怪。仇父，你娘亲死咗咯？我娘亲死咗。系，今日土为案啦，放心啦。哈哈哈哈哈仇父娘親死咗，佢再無顧忌，可以做佢想做嘅嘢。分析精準，環顧身邊，真係冇邊一個及得上你嘅。其實村公都係可造之材。唉，佢仲未成氣候。但係太陽閣唔可以冇多位統領嘅喎。太陰閣有你睇住，我好放心。但係太陽閣啲人實在係未成大氣。胜之不武，呢一球唔算数。玩下啫嘛，使乜咁认真啊？非礼勿视，非礼勿视，你呢啲简直系流民所为，我耻于荣。哇，你做得真犀利喎！咁你嘅唔要嘅啫。村龙，你又开档铺喺度咧？哇！何其可耻！牛大力，你死猪！哇！咁就一盘散沙，玉不琢不成器。我只怕大器晚成，虚耗时光啊！你精挑細選出嚟嘅人才，點會係泛泛之輩啊？欲速則不達喎，要你教翻我轉頭添。呢十幾年，好在有你喺我身邊，天機府先至不負先帝所託。你對我哋有如親人，我知你苦心。鬼單我咧，唔係貪國查緊嘅咩？你答我，仇府會去邊？跟住会做乜嘢？仇府当年同胡人、公牛、流马合称四大名刀，佢嘅伏虎刀法千变万化，简直一绝。十年前佢策划抢夺金库，本来就天衣无缝，可惜老猫烧数，失手就擒。其实大家有眼睇嘅，你唔使照读。咁我唔睇住，我点识答啫？你唔使带我游花园，你净系答我，佢会去边度？仇府去咗梧州寻仇。咁佢仇家系咩人呢？扩龙，佢曾经同仇府出生入死、穿州过山咁犯案，但系好奇怪，仇府被捕之后，扩龙一直不知所踪，而天机府竟然冇继续追寻呢一个人，就算连佢嘅画像都冇一张，佢应该同天机府做咗交易，我敢肯定系一个出卖朋友嘅交易。冇错，当年就系得扩龙告密，我哋先可以捉到仇府同佢嘅党员。又是賣友求榮，他又風流快活了，難怪仇富困在監牢裡了無天日，日日吃狗飯，夜夜發呆，一身精力無法宣泄，谷住這樣還慘過活死人。仇富罪有應得，殺人填命欠債還錢，天公地道。天公地道，這真是天真。仇富越獄殺人，死罪難逃，你們即刻去榮州將他緝拿歸案。找到狂龍就會找到仇富。喂喂，村東，不好意思，你估下估下啫喎，得唔得噶？容我张狂，我估计冇错，从来都冇。公达，刚刚收到线报，仇府闯关杀伤十人，而家正往梧州方向逃走。密浮而紧，一定系烟燥口苦，腹满而喘，发热出汗，身重力弱。果然系神医。把脈啫，就乜都俾你估中曬。當然啦，我師承偏著後人，懂得洞門之術。你啊，即使隔層皮，你嘅五臟六腑都逃唔過我法眼。你一定係偷食咗辣子尖筍啊！唉，偶一為之啫。今次梧州之行需要一段時日，你要按時服藥。仇富武功深不可測，你要小心。容我張狂，我嘅獨門打穴法。雀雀拍琴立壮闭，只要按时取穴，足可制胜。
若然你阿爹仲在生啊，必定以你为荣。可惜我以佢为耻。细仔，放下自在啊！还记兴亡事，花月肿瘤。我马家系将门之后，位极人臣，但如今花果凋零，我只希望能够重振家声，以报皇上大恩。唔好急于求成，太阳国都系散兵游勇，只怕难成大事。杨某同牛大力可以造就啊，系高不成低不就。唔好同牛大力计较，佢自有过人之处。水清则无鱼，人贱则无敌，最无赖者莫过于牛大力。至于杨某，自以为天下无敌，为小人与女子碰不得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我唔会求佢哋。马穿公果然张狂，知我者莫若凤南天。小心行事，提防中伏。真系地瓜跌落灶头，该杯。偷偷食地瓜，仲叫咁大声，就俾人发现。我哋嘅情爱有咗放屁，放嗰阵惊天动地，放完之后臭死香味。哇！打着个头皮佬真系该杯，我要你。有个逃犯由京城嚟咗梧州啊！哇，总共杀咗七个人，朝廷悬赏5000两，捉拿仇虎归案啊！以防万一，夜晚大家轮流巡逻，关紧门窗，冇咩事唔好出嚟啦！杀咗七个人啊，点落得手啊？呢个人失心疯噶，万一真系嚟到，大开杀戒啊！佢嚟就好啦。佢嚟到咁点啊？揾水枪招呼佢都得喎。你睇下你啊，棉衣残晒，连屋企灶头都崩埋，瓦顶又漏水，连养只鹿仔都死鬼埋。哇！你话如果有5000两，咁就买乜都得啦。哎呀，谂多咗啊你，走。但系5000两，储10年都储唔到喎。哇！如果我哋条村齐心，砸都砸死佢啦。我哋成条村啊，老弱残削，人哋识飞檐走壁，我哋净系识食饭放屁咋。佢真系嚟到一拳，打到你桃花变残花啦。又系。唔好发梦啊！老公仔，其实咧打功夫系咪真系好难噶？咁都系你老公仔，我冇用啦。我人才唔出众，说话唔玲珑，荷包唔松动，块面仲有啲肿。个人就好出色。哇哇，地上执到宝，叶酸菜刚刚好。桃花林大把啦。唔系喎，个底冇穿噶喎，好干。系喎，个底冇穿噶喎，好干喎，拎翻去咯。哦，一人拎一边。好，嚟。呀！哇！喂，你都冇用力嘅你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十六减二十九，47咯。朱重正你好叻啊！啊，你又冇数手指，又唔知我啱唔啱，就话我叻。咁老公仔食啱噶。哎呀，唔好做啦，食饭啦，嚟。
其實求其兜翻聖信咪得咯。唔得，梗唔得啦！我仲炖咗汤俾你补身啊。又补？我惊嘥你心血咋？呢几年嚟蛋都生唔到啫。哎呀，我哋仲后生啊嘛，使乜咁急啫？独公仔啊？你话咧，如果有五千两咧？哇！你仲谂过五千两啊？嘿，咁男儿志在四方，我想帮你喺市集开翻间分铺，等你唔使成日屈喺呢一度啊。其实你咁叻，计数又唔使数手指，你实大有作为噶。啊，老婆啊，不如我哋咧，不如我哋去远啲咯。去几远啊？离开梧州。吓，咁远？你唔中意呢一度啦？桃花林点啊？仲有呢啲台凳点算啊？契仔咧，契仔点啊？哎呀，后院仲有十公咸菜点算啊？我讲下啫，唔使咁紧张嘅。吓，食饭。哎呀，吓得我啊！系啊，讲下啫。在家千日好，出外半朝难啊！啊嚟喎，有厨房睇下煲阵汤先。真系好想翻京城做老本行啊！做打家好咩？晚晚都冇觉好瞓，日夜颠倒。哇！如果遇到贼仔咁啊，弊啦！你唔好睇小打更佬啊！打更佬都帮好多人噶。你放心啦，如非必要，我都唔会走嘅。老婆，嗯，我哋上次咪发现咗斗小花菇嘅，系喎，话唔定而家变晒大肥花菇啦，去摘佢咯。好喎，啊，鬥快，一、三，喂，你偷步，跟埋啊，偷步啊，等埋啊，佢救命啊！好似有人嗌救命喎，好多人，好似跟上把槍喎，該會咯，會唔會仇富真係嚟咗啦嚇？邊有咁神通廣大啊佢？哎呀，啊弊啦弊啦！我头先同狗仔分头去采菇，转个头就唔见咗佢啦！死啦！好啦，仇夫真系嚟咗，俾狗仔撞到啊！吓，点算啊？咁咪死噶！快搵翻狗仔啦！惊心，唔使惊吓，我哋一齐去搵啦吓！拜托你哋，大家唔好走晒啦！快啲啦！好啊，快啲啊，快啲啊！我就同佢死过。你唔好啊！我有咩事，
你三十六隻酒係上將，知唔知啊？猜過嚟吧，使唔使幫手啊？首府。有老公仔嚇，發夢啊！發夢見到我死鬼阿爹問你攞禮金啊？唔係啊，我夢見仇父殺你啊！嘿，冇道理，我殺仇父啊，都仲有五千兩，佢殺我，我好住。老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哦，即刻執嘢走人。仇父坐龍舟之後，沿途落毒，殺傷無數。依家又輪到呢條街遭殃。道亦有道，禍不及妻兒，不及無辜，不及老弱。仇婦呢條溪底真係斬千刀。係七重七法毒，即係仇婦嘅毒門劇毒。如果七日之內冇解藥，科學嘅疱疹蔓延到背部，就會五臟六腑衰竭而死。阿川龙，你神医嚟噶嘛？医佢哋好简单啫，系嘛？唔系我救唔到，而系七日之内我未必有足够嘅时间探破。而家华佗再生都冇办法，一定要揾到仇父。但系仇父点解又周围落毒，搞到鬼哭神嚎咧？仇父拣人多嘅地方落毒，事件闹得越大越好。佢要所有人都知道仇父嚟咗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要引狂龙出嚟。咁唔好质疑我嘅推断，我嘅推断冇错，从来都冇。我觉得仇父每日落毒一次。今日應該會再出動，附近邊度最多人？今日市集有虛期。葉威，又自己走咗去，你睇下。葉威，買油鹽醬醋，幫根嬸買藥，豬肉三斤，冇留咯呵。啊，冇冇。呀，三百蚊耶！係啦。喂，救命！救命！喂，米油，死銀仔，你幹嘛？自己三蚊個啦，咪係咯。酒是故鄉，傻人仔是人家好，使乜生啫？咁中意搭嘴賣魚啦，賣魚啦，賣魚啊，賣魚啦，賣魚啦。個勢喺曬你度啦。有乜講？一仔，唔好阻住桃花姨姨同曹正叔叔啊。知道啊。吉仔，娘親叫你啊。吉仔。啲水槍契爺整嘅，送俾你。多謝叔叔，好威風啊！前面有酒派喎，咁快啲去睇下咯。好啊，唔飲就份，吉仔翻返度先。仇夫嘅你，我周围巡视过，冇乜异样。坐低。我嗌咗大力去检查井水，睇下有冇落毒。点啊？有咩新发现？老细，我攞到啦！老婆，咁多人，翻去先饮啦。饮埋先走啦，嚟饮剩。老婆，呢酒有问题，你睇下。你老屎，啲酒有毒。饮咗啲米酒，我哋做紧嘢，你走去饮酒，咁你又冇讲做咩，讲冇咪饮，我唔系得出嚟啊，出嚟！哎呀，你睇下佢死得未啦？唔使睇啦，同祠堂人一样，中咗七重七花毒，睇下出咗趴出未？唔使唔使唔使，我呕晒呕晒，冇事得得吓，真系冇事，七重七花毒一碰即死，你会心悸、忽冷忽热，胸口痕痒，系啊，准备定棺材，唔系啊，你冇吓我喎，马教尉。
边个打上嚟？系仇父啊！佢叫我俾封信你。仇父要同我哋做一个交易。如果已够中毒嘅百姓，要喺日落之前用狂龙嘅交换解药，否则所有人都要死。咁你边度揾得狂龙啊？我知佢喺边。你点知啊？就系因为你阻住，佢啱啱走咗。唔想死嘅，再跟我揾狂龙。咁你到底点知啊？你应下人啦！不嬲独行独断噶啦。有咩咁大件事，连部车仔都唔要啊？老婆，入房执行装，走。吓？喂，咁跟你点算啊？你应承咗佢供佢读私书考状元噶，老老实实啦！你呢两日究竟做咩咁古怪？你系咪得罪人？老婆，其实得来全不费功夫，果然匿喺呢一度。啊，老婆揸住，哈哈，好兄弟啊！冇见啊！咁都揾到你啊！奈子桃花，喂，奈子猫猫，阿叔你好啊！喂，兄弟，肥咗又瘦咗啊！喂，高咗矮咗啊！啊，靓咗又丑咗啊！我专程嚟探你噶，系啊！你哋系京城嚟噶，都系做打更噶，冇错。京城真系京城啊，打更都咁英气啊！老婆，佢哋周居劳顿，一定好肚饿噶啦。哦，我去煮两味小菜，好快。辛苦晒，唔系我夸口啊，我老婆啲手势咧真系。请，请。坐。等我嚟，睇嚟你老婆唔知道你系大贼狂龙，你哋要帮我保守呢个秘密。咁就要睇你合唔合作。放心，就算你恶贯满盈，祸不及妻儿。你哋系天机府派嚟缉捕仇妇嘅，讲想我点？只要交你出嚟，仇妇就会拎解药出嚟救人。我会唔会咁蠢攞条命出嚟搏噶？你心地善良，绝对唔会见。吓，等我讲噶啦。嗱，狂龙呢条契弟，我同你讲，你以前打家劫舍同阿仇父积落嗰啲孽，冇理由要啲百姓同你守噶。我同你讲，唔好逼我哋出手啊！够啦！是进是退，冇人可以摆布我。我要做嘅事，亦都冇人可以阻止我。我同仇父嘅恩怨，迟早要还，亦都系时候还。我唔怕死，但系要确保我老婆安全。喂，你早啲讲啊，唔使我哋三多口水啊嘛。我要先送走我老婆。冇问题。讲，日落前喺边度？白云山脚，寒山之下，一言为定。我哋会监视你一举一动啊！唔好玩我哋啊！吓，到啦，仲有几件啊！哇，快走啦！阿老婆，佢哋有要事要办啊！咁点得噶？过门都系客，我只生鸡啱啱至劏咋？唉，唔食饭都算啦，起码都要饮翻啖茶。咁就唔好嘥阿嫂一班心机啦！啊，饮。好茶，好茶，走先啦，兄弟吓，走。睇路行啊！哦，原来你真系收埋盒嘢喺度。哇，三尺嚟嘅喎！啊，老婆，你点知道我收埋盒嘢喺度嘅？头先我喺佢啲茶度落咗巴豆，唔使半支香，佢哋就会一副都系。睇下佢哋到时点监视我哋？你偷听我哋讲嘢啊？嘿，间屋有几大？你估真系桃花林咩？嗰张投鼠木咧，我喺墟市见过佢噶啦，佢仲同我争米酒饮添啊！见到佢就觉得古怪啦，咪啰嗦，跟我走。咁大力飞！夫妻贵乎坦白啊！你竟然呃咗我十年，做贼唔紧要啊，改过自身做翻好人咪得咯，瓜无滚完人无怨人。嘿，我死鬼阿爹啊！就喺垃圾缸度执我翻嚟啦，我又点会睇你唔起？老婆啊，我唔可以走噶。吓？哇！你日日喊走我，而家肯走你又唔走，你究竟想点啊？狂龙，
我真的不可以走的。一系咁啦，等我送你去搭安全嘅地方先啦。唔得，要一齐走。哇哇哇哇！咩人嚟噶？食巴豆都冇事喎。用巴豆呢啲咁下三流嘅功夫，点对付到我哋？就快日啦，西山啦，事不宜迟。你老公不是賊，他是賊，拉他坐牢，坐牢好過送死，拉他坐牢啦。老婆你冷靜一點，你聽我講，我的真名不是朱重正，我叫朱祥星，我不是賊，我沒有打家劫舍，我亦都不是打更佬。十年前我是天機府太陽閣都尉，直接听命于皇上。你老公我样子平凡，但是武功非凡。不过苦心自问，呢十年入边，我真系想平平凡凡咁做你老公。老婆，你冇事啊嘛？你做咩啊吓？阿嫂，天机府镇恶如仇，救万民于水火，你应该以你老公为荣，唔应该阻止佢。又点啊？咩啊？我要搵佢条命嚟换解药，有咩分别？每日咁多人死，我哋救得边个啊？又唔系同人哋有亲啊！老婆啊，我知道你个心唔系咁谂嘅，你信我啦，你老公好劲噶，你信我啦。你连老鼠都惊，你叫我点信你啊？你系要去死嘅，我就同你一齐去。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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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仇夫喺边一齐去，咪烦咩？哎呀，你唔去得啊！你想我冇事咧，照我说话去做。你早就知道狂龙是天机府的人，你仲有几多嘢瞒住我哋啊？你哋无需要知道。咁叻你自己捉仇苦啊？咩都自己搞掂，冇问题啊！你开句西我同阿茂游山玩水啊！依家当我哋系咩啊？大力，大事要紧，班员事先同佢传着。我正契弟嚟，对你嘅粗鄙我容忍有个限度。够啦，有咩瓜葛粉葛私下了断，你哋企埋一边，唔好左头左势。我都想睇下你有咩本事。又系一碌粉葛。仇父，狂龙已经嚟咗，希望你唔好食言。讲，我今日就要斩你个头落嚟。当年我系天机府嘅人，买你身边做细作，只系执行任务，实在逼不得已。而你亦都系罪有应得，放下屠刀啊！招啊，让紧招啊，可让唔得几耐啊？见机行事。攞计出嚟，唔好再滥杀无辜，你作孽太深。我点都唔会攞假药出嚟，除非你死咗。吴州过百条人命系你累死啊！最多咪封我百几人做烈士，杀咗契弟，睇佢又点落毒。唔得，百姓一个都唔可以死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杀咗我，我叫你杀咗我，佢都嗌你杀咯，杀咗佢啦，等咩啊？你咁样何苦呢？你出卖我，我家破人亡，一无所有，都拜你所赐。你唔系一无所有噶。我娘亲死咗，妻子下堂求去，我只有猪脑一条。唔系啊，你仲有个仔啊！废话，你信我，当日你妻子离去，已经话我你骨肉，我冇再信你。天机府仁义道德，我呸！你一世可以换百条人命，喺男人就引到成嘅快。好，
我死。咪住！你死之前有咩遗言？放心，天机府会帮你记得你的事迹。喂，你想土葬啊火葬啊？我送副柳州服俾你啊！同我老婆讲，揾个好男人嫁咗佢，我唔会怪佢。仲有，你哋冇杀花样，你要死就死，无谓讲咁多。同你讲真又唔信，你有个仔叫吉仔啊，今年九岁啦，冇可能，冇可能。阿爹，阿父，阿爹，阿云，阿父啊，好在老公仔未死。阿父啊，你唔好再错落去啦。爹啊，唔好杀契爷，契爷系好人。仇父，当年你得免死罪，全靠狂龙。好心着雷劈啊你！呢十年嚟啊，系我哋两公婆帮你照顾你娘亲，孭佢去睇病。佢老人家唔喺度，我哋瓦顶唔保啊，都买副柳州木俾佢。仲有你个仔嘅输赎钱都系我哋俾噶。衰到你咁贴地，竟然恩将仇报。阿父，佢哋嘅大恩大德，我哋下一世结草含云都还唔晒啊！你知唔知道我唔俾个仔认你，都系唔想佢有个贼阿爹啊！我咁冇血性，竟然会有个仔？爹啊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言啊！仇父，你为咗个仔即刻得啦！对唔住，阿爹嘅错，你唔好怪阿爹。康龙，对唔住，系我欠你。阿父，是我呃你，将你关入天牢，但你信我，我真心当你是兄弟，是真兄弟。能挨勒马能多好，在最险的关头不跌入绝路，然而命数哪个猜到，天色冥冥断了我的归途，斜阳落在绿草，白堤洋洋尘土，但为世态妥协我有我道，是非可真假亦可操控，但我也信冥冥有他看到。落空的好梦，几多又可追讨？不到我控诉。